结果两勺口不能吃，你是真爱我。烧烤致癌的说法呀，来自于高温下所产生的苯丙芘和杂环胺。以这一串啊50克的烤肉为例，要想达到致癌量，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要摄取5000串以上，你能做到吗？浪老师能做到吗？他当然能吃呀。什么？他能做得到？起码得加倍到10000串，起码得加倍到10000串。不同的烧烤方式所烤出来的串的苯丙芘的含量是差异很大的。如果这个烤串的师傅手艺不精，把这个串啊烤焦了，含量就能达到每公斤10毫克，这是超标，不能吃。如果说这个烤串师傅啊手艺非常棒，那么将火焰与肉串之间间隔了5厘米，烤出来的串儿你看外酥里嫩，那么每公斤的苯丙芘啊只有0.6微克。如果烤串师傅进一步将他的烤炉升级为电烤炉，每公斤串所产生的苯丙芘的含量只有0.1微克，这就没有什么危害了。抖音